台湾人的同时还是不是中国人呢？不是，台湾人怎么会是中国人？台湾人完全不是中国人。不是中国人，怎么会是中国人？因为我们在生长在，我们是四百年的，我们是四百年的，三代一代的。简单说，我们日据时代出生的人，真的啦，像日本人啊。你就新加坡，你听说他是中国人吗？你觉得台湾跟新加坡是一样的呢？当然比比之间，我们都当然了。我们钞票是用什么写？新台币好不好？嗯，不是用什么？那钞票上写的中华民国。对啊，在台湾啊，台湾银行出的啊。啊，台湾银行，台湾银行啊。又有也中国吗？没有啊，台湾银行。台湾银行。对啊，台湾银行，你好。过去叫中国银行。我跟你可看简单。就是一直台湾银行哪没有？台湾银行哪里有中华民国？是吧？现在没有。什么以前也是这样啊，也是台湾啊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台湾银行，哪有中国银行？我们有写中国，这个叫新台币啊，叫新台币啊，这个有台湾银行，还有是吧？对，都是台湾银行啊，都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啊，台湾银行啊，没有中华民国银行啊，台湾银行啊，中央银行，中央银行，对啊，台湾的中央银行啊，台湾的好不好？就是台湾。啊，这个都是我中央银行吗？中央的，台湾呢？没，这里没有写台湾银行吗？你看我们的护照，你好用还是中国的好用？啊，那当然也台湾的好用了。啊，当然的，那你看到那你的对啊，对。